请您老人家给我看一下。看什么？我太激动了，我太激动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太激动了。你记住，台长给你看，你现在其他没有什么，你要注意两点，一个是喉咙啊，咽喉啊，的确要以后要当心。如果你再不吃素的话，不吃全素会长东西的。我吃全素好几年了。好几年了是吧？啊，我看看。嗯。吃全素好几年了。嗯，你吃的不干净了，嗯。吃的不干净。嗯。我觉得我吃的比较干净，鸡汤牛奶我都不喝。你有没有？不是鸡汤不喝啊，鸡汤根本不能喝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吃回过来啊？吃还过来。啊？你有没有这个两三年啊？就是说有破戒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没有。嗯。你有没有？没有是吧？一直坚持。嗯。别在一方面坚持就比较好一些。啊，但是我好像看你好像吃过肉边菜，好像不是太干净。没有。嗯。没有，我自己一个锅。嗯。我也不出去吃饭。嗯。嗯。台长。嗯。台长你好。嗯。请你给我坚持坚持好吗？哎呀，我都半年了。你现在呢？我看你呢。身体上其他没有什么毛病，就是太胖了，你越来越胖了，嗯，明白吗？啊，有一点。啊，尽量瘦一些。哎，你这个腰都粗的嘞，腰都全部都是肉，你以后吃东西还是要当心，明白了吗？啊。嗯。啊，明白。其他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家里晚上把灯啊还是要打开啊。啊，明白。